平安现在还小，将来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多。你能做一个父亲，陪着他的成长，去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吗？你能赚钱养活他吗？花花，可以赚钱吗？嗯？你得跟我说话。花花，可以赚钱吗？ 画画当然可以赚钱呢，你看，你画的好了，出了名了，然后呢，别人就来买你这画，人家给你钱呢，你不就赚钱了吗？嘿，傻呀！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大多数的画家都是在死了之后才出名的，他们画的那东西也是在他们死了之后才能卖出大价钱的。 怎么着？你开始想赚钱了？真伤脑筋，没有工作经历，也没有一技之长。求你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帮你再看看啊。嗯。 干嘛呀？你怎么不干活啊？哟，赶紧干活啊！别傻站着，赶紧干啊！你可以教我吗？你连地都不会扫啊？求求你，教教我！哎，好，我教你。希妮最近没有作怪吧？她乖乖的带着希雨在学画画吧。他们俩也没有跟希妮见面吧？ 都没有。那好，最近我公司的事情有点多，他们两兄妹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。明白。去忙吧。好。妈，走。来，一起吃早饭吧。太太，她已经吃过了，你不知道，她起得特别早，差点害得我来不及做早点呢。什么事那么着急呀？我要去学画画了。哎，孩子。 你去学画画不是去上班，你看妈妈，妈妈要去上班，妈妈还没有吃早饭呢。来，一起。哟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他这个手怎么了？哎呀，旭旭学画画，怎么把手上成这样啊？去拿药去。哎，好好好。怎么了？你这个手？妈，我要来不及了，我要……你听妈妈说，你先擦完了药，回头。 我能重新送你啊！希雨，晚点我过来接你。希雨是大人，不用人接送，可以自己回去。再见。 真的宁愿去打扫卫生，也不愿跟师傅学画画，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就想赚钱，不想等到死了成名才赚到钱。哎呀，你拿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堵我的嘴啊！你小等会儿，师傅跟你说啊，这个你现在趁着年轻去社会上去多学点东西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师傅愿意。 多学点东西，将来回到画室来，再跟师傅学画，那多有帮助，对吧？啊，哎，不，你说这打扫卫生有什么好的嘛？啊，你不想学画画，师傅可以教你别的东西啊。你师傅我会的东西多着呢，我跟你说，你都让你叫我师傅了，你说我不教你点东西，在外边，人家要知道多不好。
你这是不是？想学什么搞的什么？自行车。 口香糖不能乱吐，口香糖不能乱，你有病啊你！捡起来丢了，总，松开我！维护卫生，人人有责。人人有责？你敢训老子？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啊？大哥，误会，绝对是误会，大哥。把口香糖给我捡起来。好，大哥，我马上捡。请不要跟我妈说我没有去画画。你先告诉我，为什么来这儿打扫卫生？你不是很喜欢学画画吗？可是现在工作赚钱比学画画重要。谢宇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先学会工作赚钱，才能当平安的好爸爸。如果胡董知道的话，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你不要跟他说，他就不会知道了。 拜托你，不要跟他讲。胡董，对，西雨在画室跟老师学画，明白。谢谢。